想买美国 BB 用品。50万，70年代初，香港人口有400。港督麦理浩爵士主持揭幕仪式添。1977年，公园只系啱啱起好，所以睇真下好空旷。公园分为两部分，一个就系位于山顶嘅蓝朗山顶公园，要坐吊车先去到。当年一开幕已经有海洋动物表演啦，不过机动游戏。边个嚟噶？喺呢度开庄嘅总理夫妇，喺度成100年噶啦，从来都冇人嚟拜祭过佢哋，家阵上香都系得我同你。